想变美又怕动刀，要摆脱肉松，嘴巴却管不住，瓶瓶罐罐太多嫌麻烦。台北中医院位于甲洞区，是马来西亚设备最齐全的十大中医院之一。院长周运生博士行医40年，艰辛创立现代化中医院。我们传承中医养生文化，秉持服务大众使命，带给人们一个健康幸福的生活。而这更是马来西亚第一家设有医学美容的中医院，提供最完善和专业的美容服务。中医医学美容以中医的理论为基础，包括治疗性美容与保健性美容，对爱美人士进行审症求因，对症下药，以内外兼具来维护人体的健康与美丽。台北医美院的医美疗程由受过完整训练的专业中医师，利用传统的中医药材、针灸埋线、推拿按摩等等，来达到延缓衰老、美化容颜的效果。我们台北医美学提倡的是自然的疗法，通过内调以及经络的方式，避免了手术、化学药物与化妆品对人体的危害，非常安全可靠，无副作用。中医美学给你健康自然美。除了提供内科以及妇科的体质调理疗程，更提供中医埋线减重疗程。穴位埋线是针灸的延伸治疗，结合传统针灸及现代医学工具，将无菌的羊肠线透过特殊针具针入特定穴位的一种医疗手法。埋线除了可增加新陈代谢，帮助脂肪分解，达到减重的目的外，还能调节内分泌，改善体质，自然瘦得健康又持久。脸部针灸可刺激皮肤基底细胞层，有使胶原蛋白再生的作用。胶原蛋白堪称为皮肤组织的杠精架构，有足够的胶原蛋白，便能使皮肤看起来丰润有弹性而不松垮，由里美到外，进而达到祛斑、拉皮、瘦脸、除皱、美白的效果，希望能给爱美的人士多一个真正安全有效的新选择。台北医美学也以大自然草药配方良肤定一套属于您的护肤品，让肌肤重现美丽，只要28天就能拥有白皙、嫩滑、明亮与剔透的肌肤，简单容易使用，多瓶即一瓶，省时取代多种产品，效果快速，明显改善您的肌肤。台北医美院秉持中医悠久的学理基础，加上西医的创新研发科技，对目前的医美领域可说是相辅相成。台北医美院，塑造自信的你。